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登场了。我现在赶来拍视频，他噔噔噔给大家表演一下，打人招呼。他呢现在特别的紧张，他现在不敢面对这个游泳池，他说这是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哈、啊，妈妈，没事，来，放松，乖乖，来。哦，哎，看，哎，这是水，乖乖，在喝水，开始了喝水，是不是狗下水的第一反应都是先喝水呢？不是我买的游泳池回来的吗？呀。可以，就是今天早上五分钟的时候啊，到了电啊，对呀，你看乖乖，其实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太晒了。这个4块钱，你可以把你的屁股泡进来。你蜷缩，你应该都能泡进来。对呀，这就是给孩子玩的，只不过我用来给狗狗了。他想吃，没关系的，看看，没关系的，这是水，没关系的。玩一玩好不好？玩一玩。夏天了是不是？好热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不出来。你要出来？哎呀！哎呦，我天哪，弄我一身水。好吧，去跑一跑。他也不知道他的脚怎么了，然后有点瘸。现在泰哥正在草地上休息，晒着太阳。这是他的窝，这也是他的一个窝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毯子，我打算待会儿，给他，最后如果需要的话是用来擦身子的。然后泰哥现在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趴下了，快，让我们镜头拉近。诶，他发现了我们。哥，你在干嘛呢？嗨哥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看，咦？好吧，你自己在这里直播一会儿好，不是直播，拍会儿视频好不好？妈妈去上楼，拿件衣服。好，上楼。没有啊，就是声音好像模糊中断了一下。大哥，妈妈下来了，没关系的。现在戴上墨镜啊，这样拿起来还能看清楚。大哥你在干嘛？闭上眼睛享受吗？小可爱。你看看他的那条腿，
这条腿好像有一点点瘸，但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应该又是他睡觉睡瘸了。之前有一次也是的，我一大早起来特别的害怕，我以为他怎么了，但是他走了两步之后他就好了。哎，他带你走两步。对，就是狗也要讲究。大哥，你还玩不玩水了？妈妈都要热崩了。当然是前院。现在是前院有太阳，我不是为了让它热，然后它才有进水的冲动吗？